今天开始呢，就用六节课的时间跟大家讲呕吐、瘀、下痢病这三个病症的概念和以及辨证治疗。这篇原文。他讲了三个病症，第一个呢是呕吐，第二个是瘀，第三是下痢，三个病症。呕吐是一个症状。这个症状可以产生在很多疾病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胃脘痛，是吧？胃脘痛胃部的病，它可以引起呕吐，啊，肝病可以引起呕吐，是吧？很多病都可以引起呕吐的。可是当病人来看病的时候，或者是病人在住院的某些疾病，因为某些疾病来住院，在住院的过程当中，出现明显的呕吐，以这个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，病人感到呕吐非常辛苦。以这个为主症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以这个症作为一个病名来进行辨证论治。就是说，他现在出现呕吐，他的病因是什么？病机是什么？病位在哪里？这个就是说，以呕吐为主症的时候，你不要管他原来有什么病，我就按照这个呕吐这个产生的机理来进行辨证。所以呕吐，它可以作为一个病名，以证明病的病名来进行辨证的。严格来说，呕吐就是指饮食食物、痰饮、痰涎啊，食物或者是痰涎从胃里面上涌出来的，从口而出的一个症状。严格来说，呕和吐是两个症，因为他们往往为呕和吐的症状同时并见，所以就统称为呕吐。所谓呕，就是指有声有物的。有呕吐的声音，呕的声音啊，这个呕的声音啊，又有物质，有水或者是食物从口里面吐出来的，就是有物有声的，就谓之呕。吐呢，是指有物，但是没有声音的。没有呕这个声音的，突然之间从口里面涌出很多东西出来，这个就是吐，有物无声的叫吐。
反过来，如果没有物，没有东西吐出来，可是它有明显的呕的声音，那就叫做什么呢？干呕了。所以呕和吐往往呢在临床上是同时并见，又有物又有声，就统称为就呕吐了。至于干呕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概念，就是光有呕的声音没有东西出来的，就是干呕。第二个呢是月，月月月是指呢打嗝额逆啊，额逆，西医叫做膈肌收缩。有的人吃得太饱了，会突然间这个声音就叫做噎啊。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上问到很多病人呢，病人自己说我打嗝，其实就不是打嗝，打饱嗝是噎之嗳气，是嗳气，而这个噎呢它是有声音的啊。所以二二连声就谓之曰，曰就是指额逆，这个叫做曰。这个曰呢很多人都会出现过，但是有些是不属于病态的，是正常的反应，有的就属于病态了。什么情况下就属于病态了呢？就是打嗝连续啊，一下子又打，一下子又打，连续超过一天以上了，那就是属于病态了。如果你吃的有些人吃的太饱啊，有时会打一下嗝，那是正常的反应，因为你吃的东西太多，堵在这个胃脘部啊，会引起膈肌的收缩，那个是正常的，不属于病态，也不需要怎么去治疗啊。所以这个呢打嗝是指病态的打嗝才需要治疗的。有的人是连续打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、一个月都治不到的啊，总之你超过一天就要吃药了啊。第三个是下利，金匮讲的下利呢包括后世内科学里面的两种病，一个是泄泻，一个是痢疾，两种病都讲到了，都统称为是下利啊。泄泻是指呢排大便的次数增多了，大便的次数增多了，而且粪便呢比较稀薄，不成形，起码就不成形啊。同时呢有的人甚至是水一样泄出来的，是水一样的粪便，实际上是泄水，这些都称之为是泄泻啊。
那么什么情况下就算大便是正常的呢？大便一般来说成型的，一天一次，最多是两次，超过两次就不正常了，三次以上不正常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大便如果不成型也是不正常了，也属于泄泻的范围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关于泄泻的问题。第二个呢是痢疾，痢疾就是它也有泄泻的症状，排便的次数增多，啊，有的病人可以一天十多次、二十次、三十次的都有，啊，他的大便的次数也增多，所以他属于下列的范围，啊，可是他有特殊的症状，跟一般泄泻有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有里急后重，啊。里急后重，大便呢次数虽然多，可是呢便的量是很少的，一点点的，啊，老是想拉，拉不完，拉了拉一点点，烂的，同时肩有腹痛，肚子一痛，他就要去拉。而且拉出来的不单只是烂便，更重要的就是有大便里面有血有脓，有脓有血的，甚至呢还有鼻涕一样的粘液的东西。有的人是又脓又血的，有的人呢他是偏重于拉的是鼻涕一样的粘液，这些都是属于痢疾。所以后世内科它有分红白痢。什么叫做红痢呢？就是有血的，有血的就叫做红痢，没有血完全是鼻涕一样的，那就是白痢，啊，那这两个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为什么会有红白之分？那代表了什么呢？病机是不是一样呢？不一样。痢疾偏于寒者，就白痢；偏于湿热者，热者就红痢。有脓有血的，啊，这个就叫做下痢，统称为下痢。那么这三个病症啊，都是胃脘肠道的，是吧？打嗝是胃气上逆引起的，呕吐胃气上逆引起的胃的问题，泄泻、腹痛啊，或者大便有粘液、有脓血，这些都是肠道的问题。不论你是小肠还是大肠，反正都是肠的问题。是吧？所以这三个病呢，它都是属于胃和肠的病变，而且这三种病呢是可以相互出现的症状。比如说这个痢疾的病人可不可以有呕吐呢？有的，啊，泄泻的人可不可以有呕吐呢？一样有的。所以这三个病症呢，张仲景就把它合在一起来讨论，原因是病位相近或者是相同，第二症状相同或者是相似。所以他合在一起来讨论，就是要我们
做好鉴别诊断和治疗。所以它有三个病合在一起，有它的临床实践意义。下面我们就来开始讨论呕吐。呕吐的成因，我们先看第二条，先呕却咳者，此谓已解；先咳却呕者，为水停心下，此属隐加。呕加本咳，今反不咳者，为心下有滋饮故也，此所滋饮。这条原文呢，它以呕吐和口咳的先后出现来诊断这个病人是不是胃脘里面有停水、有水、有水饮。所以这条原文讲的是水饮引起的胃有停饮引起的呕吐啊，就是说这个人的呕吐是水饮引起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先咳后呕，这个人因为他先有口咳，至于口咳的原因都当然有胃加寒的，也有津液不足胃加有热的，是吧？两种原因多。由于他的口咳，不管我现在不管他是寒还是热，总之他先有口咳，然后呢喝水，喝水以后呢水停心下，就是一下子喝得太多，喝得太多胃呢不能够及时的运化水湿，就引起了水停心下，然后引起呕吐。所以它是先咳后面出现呕吐的啊。所以这个呕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？是水停心下引起的，是吧？水停心下引起的。所以原文讲为水停心下，此属隐加。呕加本咳，今反不咳者，以心下有滋饮故也。一个呕吐的病人呕加，就是反反复复出现呕吐的病人，由于反复的呕吐以后，出现口咳，他由于反反复复的呕吐，吐了以后呢，我们知道吐得多他又不敢喝水，因为喝水下去他怕吐，所以就造成什么呢？胃部的津液不足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口咳，一个是因为伤津了，第二呢啊，也有可能呕吐以后他现在不呕不再呕了，那是胃阳来福的表现，也就是他呕吐以后不再呕了，现在出现的口咳，那是因为一个是津液受伤了，第二个呢胃中的阳气恢复了，他才会出现口咳，那是正常的，是吧？
现在这个病人反反复复的呕吐，可是呢，他不口渴。反反复复呕吐以后，他还不口渴。啊，偶而不渴，那就是说，这个病机不存在，是吧？胃阳还没有恢复，胃阳没有恢复，啊，或者是津液呢没有严重损伤，所以这种不渴的现象就不正常了。说明他胃中的阳气还没有恢复，所以这种不渴的现象仍然说明他胃中有饮，胃丸里面还有饮血。所以原文讲到，呕加本渴，今反不渴者反而不口渴，那就不正常了，说明他还有心下有滋饮故也，故属滋饮。啊，这个滋饮是指饮邪停留于胃脘所产生的病，叫做滋饮病。这个在痰饮病篇讲过了。啊，滋饮。